差唔多噶啦，天色咧就非常之好啊，万里无云，令到大家咧就加倍期待呢一场波嘅来临。喺啲咁嘅好天气之下睇波，本身都系一件乐事啦。一个咁壮观嘅球场，真系好适合呢一场咁重要嘅比赛啊！比赛正式开始，荷兰对阿仙奴，云巴士顿。高老夫有机会，就唔系话传得好曳嘅，不过仲有改善空间咯。完全唔怕同人碰撞嘅，开头睇嚟系威系势，但系禁区都未入，竟然俾人停咗。好，云巴士顿咧攞到个波啦噃。列卡特，高老夫，迪比，系咪要起脚咧？荷蘭呢啲快速嘅小組滲入咧，睇已經猜到滾瓜爛熟啦！你都直接幫助佢哋增加咗入波。哇，都幾出乎意料喎！犀利咯，咁早入到波，睇嚟梗係想大勝一場啦！觀眾咧都好中意睇到啲球員夠勤力㗎，你睇前鋒由前場跑翻去自己後半場嗰度。哇！佢係咁埋去追波咧，真係好值得欣賞嘅，因為好多前鋒咧都唔肯咁做嘅。布魯夫。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？俾球證捉到罰球啊！我諗佢就唔可以話之前冇俾人嚴重咁警告過咯。可能佢之前咧以為自己同個球證好 friend 嘅，啊，終於知道唔係啦。嗱，最後警告啦，若果嚟緊咧再犯規啦，隨時攞牌。準備要射啦！斯朗拿度。菲斯迪力特，朗拿度操下科里先，个波飞咗出嚟，边度会追到先？朗拿度冇咁容易输嘅，斯朗拿度又系同一个结果。喺界外球，呢脚波咁样嘅传咗俾人都有嘅，直接长传，列卡特抢翻个波翻嚟啦，埋门嗰下啦，之前射失个球一。一樣，雲迪即刻，古列治，高魯夫，試下壓埋去啦，俾咗個籠喎。上次就淨係收到口頭警告，而家知結果係點啦？哇！你睇下球證個表情幾惡死，即係話俾佢知最後機會㗎啦！嗱，你試下再掂下對手啊，一掂可能佢就要攞牌㗎啦。呢下試射唔中目標啦，咁橫掂都冇乜機會埋門啊！試下起腳等啲觀眾興奮下都好嘅。
谢拉特，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。呢个直线靓啊！云巴士顿，迪比，个波飞出嚟。个波传向左翼，个波而家喺左路，侧翼走位，啊几有心思，不过实行唔到都冇用啦。有机会反击啦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传咗过去，前面得翻个石比，领先两球送晒啦。荷兰唔放过咧，对手比失咗个波，一攞咗个波就即刻可以反击。荷兰又稳阵咗多少啦？领先2-0啊！领先1-0，你可以话冇乜优势啦。不过嚟到2-0啦噃，咁就好稳阵。哇！呢下横睇连睇都系犯规啊！罚球啦！谢拉特，古列治挡得好，伯兰德好，上半场45分钟系踢晒。其实我哋净系睇上半场咧，有冇话反映到啲咩？今日呢场波对佢哋嚟讲好似好易踢咁，会唔会真系咁容易就可以赢波咧？荷兰半场领先2-0。两队开始下半场的赛事啦，咁样嘅传播唔得噶。谢拉特，斯朗拿刀射门啦，只系差些少，不过入就系唔入。有時入波呢啲嘢咧，除咗睇下球員好唔好波，仲要睇佢好唔好運。謝拉特。身形占优啊！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！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迪比有机会入波，相信佢期待紧嘅唔系一个咁样嘅传球咯。呢个直线靓啊！列卡特。个波传向左翼，
补脚法，横传揿出嚟，解围做得不错，俾啲压力佢，睇下落唔落到个波先，试下压埋去啦，向住侧翼跳到尽顶嘅一个波，又入一球，领先三球啦，点睇都冇得追啊！反擊咪就應該咁咯，越簡單越好，眨下眼搞掂。荷蘭遙遙領先三球，碧咸傳得靚啊！哇，有驚無險啊！球證吹雞犯規啊！嗱，佢埋門嘅能力就大家都唔懷疑噶啦，睇下佢可唔可以彎過人牆先。碧咸準備好啦，碧咸防守球员解围，防线守得好啊，根本就冇机会。个波而家喺力比度，白兰特、马菲斯、迪力特。雲迪即刻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呢個波啊掟得差啦，咁容易啊俾咗個波人哋嘅，雲迪即刻，馬菲斯、迪力特、列卡特，一個長傳啊上前場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俾人侵犯喎。呢個位置都算有機會，不過角度啊麻麻嚇。謝拉特攞到個波咯喎！謝拉特攞到個波咯喎！射啦！再一個機會啊！呢球波咧救得好啊！哎呀，龍門口前面咁射失，唔好話安慰佢啦，你唔問候佢都好噶啦。列卡特。碧咸回传翻俾龙门啦，云迪即刻，马菲斯、迪力特、列卡特。哇，呢啲就叫 power 啦。
白兰特。列卡特，迪比有机会，大脚解围。列卡特，接准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。列卡特。列卡特，迪比攞翻个波，喂，餐屎啊！好靓啊！又入一球，成场波喺佢哋掌握之中啊！自己咁样后面搞啲咁嘅嘢，完场啦！荷兰完全系高对手几班啊，揿住对手嚟踢。Kevin 点样总结今日呢一场波呢？嗱，呢場波咧，佢哋能夠贏波嘅主要原因啊，我覺得咧就係佢哋喺中場啊，能夠把握到對手好大嘅弱點，兼且咧能夠即刻改變嘅打法咧，去針對佢哋嘅弱點。好啦，今日差唔多咧就告一段落啦，多謝曬 Keyman 今日嚟陪我哋睇波啊，真係開心啊，同你合作，家謙。